民政局捡来的小姐姐失忆后，带她去吃饭。我带你去吃饭。吃饭饭，好用啊。对呀，吃饭饭。对，吃饭饭。你好，请问今天吃点什么？你好，菜单拿一下，好吧？你好，我们这个是那边看菜点菜，您那厨房。哦，是这样是吧？那走吧，我带你过去。你还不能待在这儿，走吧，我带你去吃，选好吃的。好吃的。这家的菜是看着食物点。你好，我们这个是。原来美晨喜欢吃鱼。好嘞，好。不对呀、啊，我也喜欢吃鱼。你还要吃什么呀？他在看啥呢？他为什么点的都是我爱吃的？难道只是巧合吗？好，谢谢啊。他想让我喂他吃。烫。有网友说是美晨在假装，是真的吗？为了什么呢？美晨，好好吃饭了，不要玩了。美晨，我跟你说过几个电话。捡来的小姐姐失忆后，我在忙呀，你没看到吗？没想到前女友突然出现。哎，美晨，乖一点，吃饭了。别闹，别闹！他都这样了，你还要跟他在一起？你天天跟个傻子在一起。他现在都这样了，你觉得我会离开他吗？我不照顾他，谁照顾他？难道你是要做慈善吗？满嘴胡说八道，和你也没关系了。我给你打了多少电话都不接，你快把我气死了！不想和你说话。漫画的贝贝。是的小野马和带刺的玫瑰，我说不开心也不是太多伤痕。我电话响了， 我去接个电话，你帮我照看一下美晨好吧？让我照看他。哎呀，算我拜托你了好不好？你帮我照看一下他好吧。美晨你乖一点啊，让姐姐看一下你，我去打个电话好不好？快点回来吧。好。我很快就回来。你在干什么？你疯了吗？你神经病啊。我就想试一试他是真傻还是假傻，是不是用我方式把你留在他的身边呢？你疯了吧你、啊、没事没事没事。下雨了你还没事。他就是活该我告诉你。没事，我们回家了。他在装。走吧走吧。我跟你说他真的是装的，你要相信。你神经病啊。一定要相信我，他真的是装的。你走开。他真的是装的，你不能跟他走，你不能跟他走。走吧没事，我们走，我们回家。你不能跟他走。